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. 真的好突然啊！早晨7点多钟给我老婆做早餐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老婆要生了，好紧张啊！我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紧张吗？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医院了，医生都给做了准备，现在就等着小宝宝的降临了。怎么办呀？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，好紧张啊！但是现在医院有特别严格的规定。就不让我陪老婆进去生宝宝了。啊，我只能在外边等着。我老婆现在就要进手术室了，我就只能在外边陪着她了。我现在好紧张啊，真的好紧张。我媳妇儿胆小啊，我看现在好乖，好乖。她害怕，她紧张。我在这等你啊，去吧，我去了。别害怕啊，在外面等。我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，自己要做什么。阿丽也已经进手术室了，我在外边等着呢。老婆哭了，怎么了？想吐？想吐啊？胃，他本身胃不舒服，这孩子一下就胃有点沉一下。我们回到病房了啊。你捏你有感觉？本来没有感觉，大概3个小时左右。哦，就慢慢就。今天已经是我跟我老婆在医院里的第4天了，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三口之家。今天老婆的状态恢复得还不错，但是伤口还是很疼。本来昨天就应该是最后一天，今天出院的，但是老婆的伤口太疼了，所以决定再在医院住一天，然后她的状态也恢复得好了一点。现在就可以跟大家打招呼了。我老婆爱臭美，她不想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啊，让大家看见她的那个样子。哎呀，我们家小宝宝在哭呢。哎呦，宝宝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现在状态恢复的好多了，前两天疼的都下不了床。我们家小宝宝饿了，要吃奶了。我觉得在医院里给老婆做陪护太好了，这真的是一段不同的经历。我每天睡在这里，我们两个离得很近。咦，现在不能吃得太油，要吃清淡的，属于伤口在恢复，然后也属于月子餐。要忍着点疼啊，来，老公扶你。哎，哎呀，太不容易了。你干什么？我吃你剩的，吃苦了。把这段生活记录下来，以后等宝宝长大了，可以给宝宝看。这是我老婆每天吃的加餐。酸奶，咦，水果。在吃什么呢？记得帮我美颜。在吃水果吗？嗯。还疼吧？现在？疼啊。太辛苦了。女人生宝宝真的太辛苦了。多吃一点啊。
老公在这陪着你呢。去喂奶了，去吧。我们今天就要出院喽，然后带着宝宝陪妈妈去坐月子。今天状态好很多了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疼了，可以坐着吃了。宝宝现在也都特别好，特别健康，特别可爱，关键是特别白。我跟妈妈都不白。那你不白好吗？我是黑，但是宝宝有点太白了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一个这么白的宝宝。我总是把这个人头上边画大啊，其实人应该是枣弧形的。我每个人长得跟每个人不一样，还行。我参观一下啊。还进来啊？我让我参观一下。进了吧。哦，赶快把它呀！您盖藏啥呢？没事，我本来是想给你画张相，然后再风筝上。画了两个钟头也没画太好，后来我心里就觉得不合适，因为风筝嘛，风筝我怕我们家这么好的媳妇儿给飞了，所以我就不给你，我就没敢给你看。但是有一根线踹着的呀。哎，你这么一直倒好，是不是整个线拽着呢？对呀、啊、不管你飞到哪儿去，然后它也是能拉回来，它也是给你拉回来的。对对对对，你这么说的就好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么一说我心里也就放下了。所以没事儿。嗯，小姨画的我，嗯，像不像？我觉得像，因为我这是第一层稿，我觉得还行。就是这个地方看、嗯、这个地方好像稍微大点儿。嗯，因为画嘛都是修改出来的，到时候画好了我送你，就是装上框肯定就。昨天看你们全是一对一对的，然后觉得好失落呀。你有没有回去给打电话说你为什么不来？打了一个他没接，然后后来回给我的说在拍，拍着呢，要不要打个视频给他？哦，脸这么大。Hello， Hello， 今天是什么节日呀？三八妇女节啊。那你们有什么想对我们女神说的？祝你们都永远的一直这么年轻、漂亮、美丽，然后永远的这样幸福下去。感谢，谢谢。那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好好照顾好宝宝。照顾好宝宝，不行，这句不够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好好照顾宝宝，这有点什么？这谁照顾宝宝？我们在旁边听的都 对。那我呢？你肯定是由我来照顾呀。哦，我等老公回来啊。好的，好，拜拜。我们刚刚没有看到灿灿给杜淳撒娇，哎，我不太喜欢撒娇，撒一个我也不太会撒娇，我也不会，对吧？我也不太会，我不会。这个你是专家了，你传授一下。我真不是，你还不是？那啥是专家？我真不是，有事儿我就说事儿，就有事儿说事儿。对，没事儿没事儿就。你今天穿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，他一直没有看出来，你就想让他看到你这件衣服。那你就这衣服好看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就这么说的。对啊，这么说吗？啊是啊，我也是这样的。啊，那有什么屌的？你教我一下。你就看着他，不管他跟你说什么，对你都这样。我给你打赌吧，肯定说，哎，你脑子有病啊！我100%还这么说你。你来试一下，太别扭了，你来试一下。这样子啊，比方说，你就跟他讲说我要喝水，那我想喝水。嗯，你憋住了，要说出来。喝口水。这个茶是下毒了，我觉得是他不是这个张铎他能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你也试一下，你就隔着屏试一下。你今天可以对着我们先撒一个来。嗯，老公要喝水。哇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、这个很自然很好啊。肯定会觉得你今天怎么了，你说你想买什么吗？你想买什么？对，但是是不是有时候男人还是希望自己身边的那位撒娇啊，或者怎么样？一个男人又希望自己老婆能干、有主见，又要温柔，又要对你完全的理解你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能干的女人注定的就不会那么温柔，是对不对？嗯、那你怎么可能要求一个女人什么都要做到？我说你在做梦吧你。哎，
我以为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，大家都不撒娇啊。那你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学一下。我现在是小东，然后我在这里喝茶。好，来演一个哈。对呀。有病吗？你觉得好不好看？哎呦，你的白头发来得好。我不是要让你问头发，我只说这里好不好看。胖了点，狠不狠？狠不狠？会不会这么狠啊？你每句话都是他说的，真的真的。所以你要跟他撒娇，要告诉他我，你要看我，你看我吗？你看我吗？但妆化好不好？好不好看？我肯定说很好看的。对，所以就是跟老公有特别特别大的区别。对，是啊。对，你来一次，你来一次。我又是杨子了。你杨子，你杨子不行。哎呦，声音你来的太好了。哎，哎呦，这老婆来了，真好，我老婆就是好。所以现在演的是杨子哥，还看不出来是杨子哥。哎，我来帮你演杨子啊，他演的我觉得不对，真的。Action。哎，你喝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茶特别好，这是100年的普洱。哎，你闻一下，你闻一下，今天我刚刚泡的紫砂壶。哇，我这个壶真的很好啊。不行，你们演的演不像，你知道吗？关键你说的，你得把它说清楚啊，你否则就是形而没神。你来演杨子。Action。 这是那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，你看这画画的多好。那你先看看我，我跟你知道吗？文艺复兴的作品哪个好看？你肯定没有他好啊！你有这么老吗？你有这复兴吗？那这个升值你知道吗？古董啊！不是，我不升值吗？我难道不是无价的吗？你还差一点，你要好好修炼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回去多看点书啊，看了书你就升值了。不要那么肤浅，总是穿一个橘黄的裙子在眼前晃。我开心，我就想穿红裙子啊！我要高兴啊！你开心有什么用呢？你现在开心，明天不开心了。你多读书，明天后天都开心。那我见到你我就开心、啊。你见到我开心，那你多见到我。你来的时候再给我带点礼物来啊，那我也更开心，我们一起开心好吗？老公，我来跟你做个实验好不好？我们俩对看6分钟好不好？看看你有多爱我。哦，我们定个时啊。啊，好，来开始了。哎，你眼角纹多了，嗯，好烦呐！你不要看这个，你看着我的眼神。哎，你今天口红颜色画的有点深啊。你认真的看着我嘛，你别哭啊！你掉什么眼泪啊你？笑不笑？笑不笑？有没有？有点像。他给你把你都绕过去，就你说什么，说到最后都觉得我是错的，你是对的。特别想看杨子拿一个紫砂壶看他哭是什么样子、啊、我哭得出来的。哎呦，我10秒钟就能哭出来，但我没用过这招对待那个杨子，因为我觉得男的一般都看不了女的哭。 对， 对吧，其实哭真的是一般男人他都那你哭张铎会怎样？会手忙脚乱吗？不会手忙脚乱，就一定会很认真的面对这个事情。 对， 对，杜淳是什么样子？他会马上跑过来说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老公真的不是你们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、哦、我就好难过呀。啊，他怎么样的？最开始跟他谈恋爱在地铁上弄得不高兴了，我一哭，哇，你哭什么？多大的事儿，你哭什么？他就转身坐另外一个地铁走了。啊，然后那次给我留下了非常怎么说，致命的就阴影吧。我觉得好可怕，他为什么不会心疼我？他觉得女人哭是一件天大的事情，他的思维里面就是哭一定是家里发生了，比方说很窘迫的经济状况，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。除此以外，小小摩擦那种，他也会觉得女人会哭，你怎么会哭呢？他说他觉得他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会哭？我说哭不是要做错事情才会哭啊，哭那女人就是很想哭，想你哄哄我的时候我也会哭啊。他说太可怕了，不，这也是你们两个相处方式。他嘴巴比较硬，对，可能他心也里面也是软的，是的，但非常觉得是这样。现在慢慢的会好一点。你今天可以酷酷的，然后酷酷的，对对对，就反转一下。你们都